想买新一点的休旅车，却怕你的预算跟不上吗？别担心，来买这一台准没错。新车90多万，现在只要卖你40出头万，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，并且它是超低里程，仅跑38000多公里哦。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大家好，我是花坛 SUM 永春汽车阿乔。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是我身旁这一台现代的途尚，它是2018年12月出厂的，也就是2019年式。那么这台途尚它是超低里程，仅跑38000多公里而已，还有它有通过我们的夜市认证哦，全车源版件可以享有2年50000公里的五大保固哦。阿乔现在坐在车上，而且是在后座，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跟大家展示这一台途尚，它其实后座非常的舒服。怎么说？现在标准坐姿哦，坐的有一点直挺挺的，可是呢，在途尚好处就是它可以非常的躺。你看，可以用这么躺的姿势坐在车上，所以说这台途尚这个后座可以说是一大特色、一大优点，并且它的后座也是有着冷气出风口的哦。好的，进来到我们途尚的车内，这一台途尚是 2.0 的途尚哦，不是 1.6 的哦，是 2.0 的。那么这台呢，配备呢就稍微简单了一点。那么首先里程保证的38518公里，再来可以看到方向盘的部分呢，左右两边都有快控键可以使用哦。注意哦，它没有定速，它是左右两边都是快控键。那么中间的部分就很简单啦、，CD 音响以及下方的冷暖空调。接下来要看认证书之前，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，这台途尚它有6颗的安全气囊。打开认证书，是否为银色的途尚？没错。再来认证合格以及下方的车辆资料。再往下呢，可以看到外观图以及结构图。这台车可以说是原版件哦，没有任何更换以及版件校正，但只有一点点哦，就是 B 是什么？受损面积啊，一点小小的。今天阿乔呢，快速的跟大家介绍了我身旁这一台2018年的途尚，注意哦，现在为什么要推荐它？因为买它最划算，现在只要40出头万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。如果你有心动，你有喜欢的话，欢迎来电赏车，我的电话号码是 0902207757， 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实在就是 SUM。